我去找龙三，龙三，什么龙三？龙三，我带你去找他。 告诉三爷，大鱼抓到了。人都到齐了，到齐了。看到前面这几个暗哨了没有？ 你又怎么还回来？行，不是。
真是你啊！好，胖子，谁抓的？是你吗？是我抓的，多亏兄弟们帮忙。干得好！弟兄们，从今天起，胖子不叫胖子了，叫铁爷。铁爷以后就是红字堂的堂主。好，怎么还是个胖子？王三，你在成大戏呢？ 杀不了我，怎么知道我杀不了你？现在在哈尔滨，我想杀丁峰，丁峰想杀我，但丁峰为什么不敢动手？就是他承担不了这后果，连他都不敢，别说你了，你就是他养的一只狗，主人没发话。 你敢乱咬人吗，李玉峰？说话别太难听了。我从你那儿拿过药，救过我兄弟的命。我还以为你忘了呢。这情得记着，恩是恩，怨是怨，一笔一笔都得记清楚。你当丁峰的一只狗，到处乱咬人，你残害百姓。 你抓了肖曼，所以你的下场只有一个：死。李峰，李峰，都这个局面了，你还敢这样跟我唠嗑？啊？这么说，你欠我的人情，是不打算还了？还。说了，人情得记住。 怎么还呢？那我今天就先不杀你，让你多活两天。你反正也不敢杀我，把绳子解了，让我走吧。没错，丁峰是没让我杀。他说：“现在你们的上面什么人在谈判，还不是杀你的时候。” 他没有告诉我，不能把你留下来。你把我留在这儿，不怕我把你这儿给弄乱了？怕呀，我当然怕了。所以我给你准备了这个。小九，怎么回事？我们三抓的小九。五三，你卑鄙！小九，没事吧？ 对不起，我没完成任务，还连累你了。要不这样，王三，我留下，把孩子放了。别的呀，来的都是客，既然来了，谁都别走了。听好了，路是你自己选的，但你现在就得死。 李峰，等到这个时候了还在开玩笑啊！你这个样子我怎么死啊？小九，你过来。伤没大碍吧？我是您的兵，我不怕死。小九，听好了。
咱俩今天谁都死不了，咱得好好活着，好日子长着呢。 快叫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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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谁也别过来！别逼我！武三，我们恩怨以后再聊。把孩子放了。李一峰，别走！别以为每次你都能赢。现在，他的命在我手里。他是死是活，你说了算。把枪放下。放到地上。枪放下。放地上。把孩子放了。收拾了，太好了！哎，李伯伯，鱼龙哥哥呢？小龙，跟小九哥哥回去玩啊。好。娇，带他们回去。琉璃大哥，玉龙他怎么了？
本来我们的计划进展得很顺利，但是在行动的过程中，龙三抓住了小九。为了救小九，鱼龙扑到了小九的身上。龙三跑的时候，又朝鱼龙开了两枪。他已经牺牲了。李易峰，他从水道街里带出来的那么多兄弟，现在真的只剩他一个人了。苏珊，你告诉我，如果丁峰让你杀他，你会干吗？杀了你。找我有什么事吗？很长时间没有李易峰的消息了，你在干什么？我已经很久没见到他了。为什么？他几乎天天都在外面跑，我还要给孩子们上课。我不要听理由，我要的是结果。苏珊，我没有时间等待。如果你不能成功的把他拉到我这条路上来，那就只能有一个结果，干掉他。我可以退出这个任务吗？什么？退出？这是你最后的考虑吗？混蛋！我和李易峰展开最后对决的时候，你说你要退出。哈尔滨是落在国军还是共军手上的时候，你告诉我你要退出。东三省要决定党国命运的时候，你告诉我你要退出。你退到哪儿去？你退得了吗？苏珊，很多年以前，当你还是一个小姑娘的时候，你亲眼看到你的父亲死在别人的枪口之下。开门！
你站在我对面，我说这个世界是一个残酷的世界，只有两种人，一种人手里拿着枪，他的枪指向别人的脑袋，他可以决定别人的生和死，而另一种人，他的脑袋被别人的枪指着，他的生和死也掌握在别人的手里。 我说孩子，你还小，你回去考虑清楚再告诉我。你的决定，我是孩子，你还小，你回去考虑清楚再告诉我。你的决定，我是孩子，你还小，你回去考虑清楚再告诉我。你仍然选择了第一种人。站住吧！我相信你，尊重你。于是这么多年，我把你从一个小姑娘培养成一个党国的女战士。 但是今天你告诉我，你要退出，你背弃了你当初的诺言，你背弃了我对你的期望。组长，还有一句话我要告诉你：使命和感情永远不是一回事，使命是你的最高任务，而感情永远决定不了你的使命。 所长，好好想一想，不要因为一段无聊的感情而放弃你的最高任务。你能做到，去吧，干掉他。干掉他之后，你可以恢复到一个最平凡的身份，过你自己幸福的生活。 去吧，你可以。城里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？城里的生意能停的都先停了。李易峰那边搜查的太紧。 这城里看来暂时是回不去了。李易峰，这是要赶尽杀绝呀！丁厅长叫人捎来信，说苏联人马上就要撤了，让咱们别跟李易峰斗得太狠。他们的部队已经集结完毕，叫我们注意隐蔽。隐蔽？都隐蔽到这儿了，还隐蔽到哪儿去啊？还怎么隐蔽？ 活生生的让我咽你这口气，可能吗？啊，李易峰，李易峰啊，咋的？喝了呗。 说好了，这是最后一杯，真不能喝了。
我不是说我不能喝，我是说你不能喝啊。啊，就这样了啊，最后一杯。是啊，你说刚才我不小心那么着急见你，不会是让咱们回家吧？回哈尔滨啊？过来过来，啥？还魂酒。嘴把嘴闭上吧，你，咱俩咋说的？啊？你就留个这给我。对，队长，别说话了你。你以为你救了我，对我好？咱咋说的？真的咋说的？一大堆人都没，咱咋说的？咱俩一块儿的。你替我挡两天，你走了，你想不想和我咋办？走！啊！那么多人都先走一步了，咋的？你们每天一块儿在那头还能说说话，我呢，留下你旅长一个人独活，你们咋想的都是？什么线索？该找的地方我都找遍了，这个龙三好像消失了一样。那个灰鼠呢？可能因为他的级别太低，他什么也不知道。我们也没有什么别的渠道了，现在只能从这个灰鼠身上打开突破口了。放心吧，老伯还在深圳。
龙三啊，就是把滨江翻个底朝天，也要把他找着。哎，阿廖，嗯，你说这个龙三会不会已经离开哈尔滨了？有可能，所以我们的搜索范围应该扩大。来，查一下那些曾经被我们围剿过的土匪匪帮的窝点。龙三非常的狡猾，他极有可能会利用这些被废弃的窝点，把自己隐藏起来。嗯，好，我这就安排下面同志注意排查。好，啊，一定注意安全。这位先生是？应该还认识我吧？丁厅长，咱们俩是不打不相识。这么长时间，原来是丁厅长派人送来的钱啊！丁厅长用心良苦啊，有什么事儿说吧。在这地方待了这么久，不容易，不能老让你这么黑下去。我想让你出去透透气儿。丁厅长，什么意思啊？简单的说吧。苏联人就要撤了，在滨江，在哈尔滨，共产党和国民党会有一场殊死的较量。如果是共军赢了，恐怕你这一辈子就得这么黑着。所以，我们现在必须是一条船上的人。我就等着这一天了。你好，很抱歉，小姐，我们要打烊了。哦，知道了。谢谢。在这里啊，怎么没回家？小妹妹，哎，小妹妹，你怎么了？小妹妹，不要你的花，这些钱你拿去买个衣服过冬。不行，你不要我的花，我就不要你的钱。小妹妹，你还记得我吗？哦，姐姐，是你啊，你是上次买我花的那位姐姐。嗯，那你就听大哥哥的话，把这些钱拿着，然后去多买几件冬衣，好不好？那你就
把这朵花送给姐姐。谢谢。再见。